大家好，这个是好力巧锂电池，然后它是采用进口电芯的，然后一台那个电池好不好的话，主要看它里面的保护板，保护板就决定了你这个电池能拖多大功率的机器。这个是32大管的逆变器，它的电流的话可以瞬间达到200安以上的。现在这边有10个太阳灯管，我们试一下灯管给大家看一下哈。10个灯管瞬间全部秒亮了，10个灯管都是1000瓦的。每根都是1000瓦，可以连续进行的大功率放电。如果保护板太小的话，它是拖不动这么多灯管的，然后也带不动这么大功率的机器。还有雷电芯，电芯除了进口电芯才能有这样子的威力的，国产的一般安备不足，是发挥不出来的。